点呢，其实就是食物，它是蔬菜、水果、坚果，然后再加上植物蛋白质，用水打成的，所以它跟一般的食物没有两样。如果你有在服用药物，特别是像降血压、降胆固醇、抗凝血药物的时候，你的药物跟绿拿铁之间可以间隔1到2个小时。